哎呀，爸，我们来了。爸，新年快乐！你这是可真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搁哪儿啊？怎么拿这么多的油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帮忙拿过去。啊，小水的东西也在这儿呢。刚才在门口让我们先带进来，也不知道在门外干什么。嘿，你瞧瞧他们，行，他们把东西还让你们给带进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跑，别跑，慢点啊！哎呦，这摔跤不得了啊，这是国家的太子啊！ 你们太无视于我的存在了啊！这每个人都在这儿成双成对的秀恩爱，就我一个人单着呢啊！单身不能怨色会，可能颜值不够高。哎，你们这两个姐姐还是亲姐姐吗？哎，老四别急，听大姐的，你的那个最好的重磅子在后头呢。对呀，圈叔，圈叔，哎，圈叔，快快快，新年快乐，行，你赶快忙去吧啊！哎，行，那我走了。哎哎哎，小子，干嘛呀，爸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 你不是嫌你们家吃亏了吗？行行，拿着吧。家里人都有啊。谢谢圆叔，谢谢圆叔。行吧，就拿着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去啊。好，妹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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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一方平安啊！哎，哎呀，你看真是巧极了啊。
哦，震动了，手机震动了，是吧？是啊。谁呀？您的那朵花儿啊！啊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花，牡丹。这我徒弟给我拜年呢。他说什么？您说师傅新年快乐吧，哎，牡丹，我们全家在一块儿过年呢，我们全家人也祝你新年快乐。爸，那您跟这花儿是没戏了。说什么呢？我们是师徒关系啊。现在我是不是该发表过年感言了？今年一年啊，咱们家可以说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，磕磕绊绊实属正常，好在一家人一起度过，爸爸还是爸爸，大姐还是大姐，小姨呢，我知道还是小姨。哎，小姨虽然还是小姨，说不定老豆他就不是老豆了，对不对？老豆说不定就是小姨夫喽。哎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你打住吧！我跟老豆啊，那是没戏。我今后的任务啊，就是看我大外孙。你们几个呀，都赶快给我生，全由我看。小姨就不是小姨了，小姨是全家幼儿园的园长。我赶快抱走！呦呦呦！哈哈哈！呦！让他先歇着，让他先歇着。哎，没事，有小姨呢，没事没事。该你们说说了吧。行，我们说来。爸，那个我是家里的老大。那个，那我就先代表我们全家给爸拜个年，祝爸年轻健康，永远活力。祝爸健康长寿。好，给我喝。身体健康。好，身体健康。少喝点。爸，哎，这家里对吧？我是老全家的，对吧？所以该我说，该我说啊。说，江湖说菜，我是权威。我仅代表我的家人，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工作顺顺利利。老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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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。我是我们家的，对，小三儿。我就祝我们家多子多福，宝宝。对。那你喝的怎么？我呢是家里的老小，今天过年，我祝爸爸跟小姨身体健康。然后姐姐们每一家人都幸福快乐，然后也祝我自己赶快脱单。不是呀，不是。行了行了，来，老的说完了，你们说，你们说完了，小的说。我代表我们杜家，祝全家外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明年给我包更大的红包。姐姐你，姐姐真聪明，我要祝世界和平。来，此时掌声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。